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白。今天我们今天来玩我们的矿方物语。我们今天啊，要来做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龙蛋刷怪场。对，我们要来开始刷我们的龙蛋了啊！龙蛋基本上呢，我不会想去调整那个后面的那个就是数值啦，就是可以希望说我们刷那个嘛终结龙的时候会一直掉蛋这个部分，我们应该是也是这样要用种的龙蛋精华，然后需要龙蛋种子，需要救急精华，这个东西是绝对是够的，所以不需要龙蛋碎片才有机会。他说终结龙死亡有几率的时候会掉落，所以他其实不一定是只有一只或两只，他可能就是要好几只才会掉。一两个那种一滴滴的碎片而已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刷中间人的话，可能就效率会有点太慢了。其实，我们可以利用魔法，我们可以用魔法，也可以让他就是稍微给他七上八下一下，就让他啊，天哪，怎么会有人会射出这种恶心的东西？对，就是我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招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模组，在今天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大本营了，它叫做 Potato Gun。对，马铃薯大炮，我们今天要来打造一个马铃薯大炮来对付我们的中介龙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加入的模组 Potato 杠杠。这个东西呢，很可怕，很危险，有多可怕有多危险，我呢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但是首先我们得先收集一下我们马铃薯大炮的一些配件。要做出这一整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是它的那个枪管，然后呢是它的基座，然后再是它的那个把手，两个把手，然后再一颗马铃薯。对，它的材料就非常简单，我们就先从这个开始好了。我们要先做出它的身体，它最贵其实是它的这个枪口，它的枪口是需要用玉髓锭，玉髓锭应该是有吧，就是我有做那个蜜蜂，然后蜜蜂应该也产了几个玉髓锭，有12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我们最难最难的那个材料呢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只需要做出这个，我们就有那个枪管，然后再来是它的握把需要2块，只需要皮革就可以了。OK， 两个握把也完成了。再来就是这个是需要2片皮革，再加黑曜石、一颗马铃薯跟 TNT。TNT 的话就是可以用这个炸弹道具，或者是直接用，我们直接用原本的做法哈，它就是需要用到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火药粉对不对？火药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加上4个沙子啊，有10个 potato， 我们拿一个出来做，剩下的9个拿去种好了。身体还缺两个皮，这边好像还剩下唯一的两个皮对不对？啊，剩下唯一一个 ，OK， 皮，我看一下我的。道具栏背包里面有没有？有的时候我的背包里面也会多一些有的没的、啊，没有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偏偏我在需要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不存在，都是我在做梦。皮，哎呦哎，跟你讲，箱子翻一下，跟你讲，就跟我现实一样，真的，我东西都乱丢。有了，我们的 potato gun。It's perfect， 已经出现了。这个 potato gun 威力极具强大，请在使用的时候记得要先签好保险才可以使用哦。好，我们就放在这里，让它自己慢慢的自动化，应该很快就可以轮到马铃薯了。所以现在的我们没有任何一把马铃薯发射器，好吧？我们既然现在都没有马铃薯发射器，我们就现在准备对付我们的龙的东西哦。要召唤一条龙，我们需要用到幽灵之类跟我们的。应该是不需要用到绯红水晶吧？我记得中介水晶有其他种做法，应该是中介之星吧？对，应该是中介之星，再加上我们的幽灵之类，14个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要来去对付我们的阴幽影，对，我们去对付我们的阴幽影，用我们的巫术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多人哦，干嘛啦？你们来这里干嘛？莫名其妙哎，开炮！你们这些地狱猪人开发都吃什么啊？该不会都吃对方的肉吧？你们说，要不要吃我脚趾头啊？好啊，那我要吃你的手指头哦。好啊，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想办法入境水族的一种传统。对各位，我们现在实测一下，我现在打一只，嘿，One Punch Man， 哈哈 ，One Punch Man，One Punch Man， 哎，怎么还不死啊？怎么？他拿骨头One Punch Man， 哦，打穿了，嘿嘿，我跑了。他拿自己的骨头在自嗨你们看，你可以掉你的骨头给我吗？不对，不是这个，不是真的啦，是我要可以玩的骨头啦。可恶，几率太低了。为什么他不看我？为什么都不打我？
不是，其他怪物都会理我啊，为什么游泳也不会理我？嗯，我身上没有什么佩戴引擎的道具啊。那一只呢？我像几个？我怎么才一个幽灵之类而已？哦，勋章带甲的、哦，哎、欸，怎么才一个？下来，有了两个。嗯，好少。好了，收集几批就够了。这个真的是出现几率太少了。嗯，再来我还需要大量的玻璃，大量的玻璃。先来试试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合成表嘞？不是这样合的吗？奇怪，哎、欸，还是他有改啊？中介水晶是有改、啊，绯红水晶，绯红水晶碎片这个东西是要去到中介的那个、欸，哎、欸，所以他有改配方哦？真的假的？这样子我真的是。做坏了、欸，不是做坏了，就是白做了，白做了才对。我先去召唤一个使魔，因为我家里的使魔好像游戏重开之后它会不见的样子。OK， 麦麦，这里，然后要找一块宝石，它叫做什么什么紫色的那个应该是在这里超，就是更多踪迹的地方，要找到那一块水晶，对，那个水晶就是这个。绯红水晶是只有这个附近有几率生成的一个环境才拿得到的东西，对，算是还蛮稀少的，所以先跑跑看吧。它算是那种特殊地形的一种啊，特殊地形，所以不确定会不会弄到。然后我们如果有中介证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大力的丢，没关系。恩鸟咪，好痛啊！再丢一颗上去。哦，来了，早看。我这里找到一个奇怪的堡垒，他说，甚至是更糟的堡垒。这个是紫暗水晶块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？真的很烂哎！这堡垒长这样，然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且这是进阶中介的东西。哎，不知道这有时候进阶中介会出现比较进阶一点的那个堡垒区，没错，但是这也太烂了。哦，继续找，它长这样而已。你看，有勾栏，有中介层哎、欸。它、啊、外面这些是，我记得它有一个十巨人的守卫。哦哦，高楼大厦，为什么那个地方在那里啊？请问我要按你们中间中这个部分，你们会关机吗？有点像开关键就设定在一些看起来有点害羞的地方，会吗？应该不会吧。那先把它打死吧。还是要设正中间，这是最痛的，会报警。好像没有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应该是没有这种设定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我们先来这栋大楼看一下，然后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去另外的大楼去找看。那个看起来太高级，那很像是某种，你以为中介的人都过得非常痛苦吗？并没有，他们其实还蛮懂得生活的，好吗？开盾，不对，这不是开盾，我要开盾牌，我开盾牌。他们的蛋蛋会超过。他们单单会穿过我的盾牌，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你说好的不是这样子哎、欸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、欸，不是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把你们家给拆掉！啊，有了，宝藏区！啊哦，啊 ，please， 谢谢 ，thank you， 我要宝藏，我要看一下你们宝藏里面的装。里面都装什么啊？硬币、紫什么？紫松珍珠，这是干嘛的？啊，珍珠很重要，对。然后消失诅咒耐久，然后再是这个打怪会有暴击几率的道具，然后这个都丢进去，用不到。还有没有？中介箱嘞？空的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嗯，藏在那种地方，那边应该不会藏这么大间的、哦。好吧，看起来就一间，我先走了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很高兴认识你们。结果这个这么大间，结果没有任何那个，没有飞船，好烂哦、喔！我要去那一间看起来比较流行一点的。这间看起来超豪华的、欸，那一坨是什么鬼啦？那一坨是正常的吗？那一坨看起来有点呛哎、欸。哦哦，有了，是水晶之地，是水晶之地，我找到。啊妈呀呀！请问你是社区
社管大叔吗？没有，这边哦，一个大城市，我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好可怜哦，我要上去。Excuse me？ 嗯 ，OK， 好。他给了这么多梯子，结果不是每一面的梯子都可以让你上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耍你，这地方在耍你，很好，很棒。反正我也不是被耍第一次，我是无所谓的。这上面还有什么吗？每一间几乎都种花，然后每一层都看起来都差不多。这间是空的，啊，没人住。这间也没有。我现在在缓慢的上升了，可是我没有看到半个东西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但是也没有东西啊！这也太高了吧！我的天哪，要飘多久啊？没有东西。哦，这一区的阳台有种花，蔚蓝树苗。这个树苗是指下面那些树吧？应该是。我想要直接，我再继续往上飘，看一下。最好上面给我放个什么超大礼包哦，不然我要生气哦！我飘那么久，我走那么辛苦，用了我的双腿。看一下，给了个这个游团，还行，回复的，然后硬币还好，这个给什么？增加血量，然后龙之鳞片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要拿，然后还有这个龙之鳞片是可以拿来制作这个神秘天龙剑这些系列，这个是那个禁忌与秘术，对，禁忌与秘术的东西，龙之鳞片会可以用刀子来吐那个龙头会掉，对。兔龙头会可以做，可是就是不一定。短暂飞行珍珠，然后锅铲来哦，最大间的，最好给我摆好满满的金银财宝啊！想得美，破窗了啦，不管了，破窗了，我去那座岛。这一坨东西，你看上面都是水晶，这很像新版的 1.4 那个有没有？很像哈，就是很像那个，很像那个叫什么？什么来着的？很像铜还是叫什么来着？忘记了。那这边超多那个吹喇叭，这里绯红水晶有的就是你，重新整理一下，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丢掉。这个紫松水晶到底可以干嘛？丢了之后可以收回来。吹，不是啊，我的音效是怎么了？请问我的音效包还好吗？我的音效包怎么还有？怎么还有？不行，我要在这里设下最大结界。一、二、三，没有人可以进来。进来的，不是说没有人可以进来哈？走开了。我先丢几个垃圾，然后在这里存点。这是孤狼，傻小，气死我了！一直来，我欠你是不是？哦。看一下，这个可以做什么、孤兰水晶可以变成这一个，然后可以做成孤兰水晶灯或者是碎片水晶灯哦，好像用不太到呢，那这个不要好了，不要。 OK 好，然后再来是我需要粉红色的这个绯红水晶，对，就这样你，大量的你。 OK 有了，我们就赶快回家吧，这样子有这样子可以，这样子可以多做一点，这个其实很好收集耶，它材料量真的是给超多的，十个，再多做一点没关系，十九个，好，一颗，谢谢，就一发，我们就先试试看一发，究竟我们的一发能不能把中介龙打死呢？不确定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Over water， 然后 Enter City 传送，来跳进去。我要来召唤可悲小农农，我要用我的杠杠吐他，我让他好看。这是谁的掉落我这么多、啊？太多了啊 ！Here bring 的，想起来了，该死的小臭虫，这样听起来超坏。他是不是拿着什么东西啊？他拿着花，那朵花很贵，给我拿。这个表有蓝莲花很贵，它是一个可以增加自然灵气大部分东西的最重要的材料，对，快速增加用的。OK， 好，来吧 ，Potato Gun， 做了这么久的 Potato Gun， 终于啊，可以来实践一下了。
等它飞下来一点，这个距离目前还太危险，我就一发而已，不要这样。我就测一下我的 potato gun 究竟伤害是多少。哦，跳远一点。没反应，很奇怪。我记得这把剑，他说如果把这种剑丢在那个什么那个他的龙之吐息的话，会变成不一样的剑啊。但是没有反应，算了，下次再尝试。来吧，他为什么在原地旋转啊？他是知道我拿着枪啊？我现在发现我拿着枪的样子好怪。哎，我的手坏掉了，我的手坏掉了。完了，我的手坏掉了，再靠近一点。我等他看他什么时候来撞我。啊，这玫瑰玫瑰。OK， 两朵玫瑰。忍耐，忍耐。我就一发。忍耐。他好难飞进来，而且他还会扭曲，真的是很奇怪。现在，没反应，没反应，完蛋了。就等到我们有更多马铃薯之后再对付他好了。那么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在下面说马铃薯万岁，拜拜。